世界环境日，台北市议会有6位女议员响应环保，身上穿着布旗呢，就这么套着布走秀。到底目前现场的详细情形如何？要连线记者唐光南。而竹竿镇为了响应6月5日世界环保日，今天在台北市政府有一场很特别的走秀演出，因为它是有6位蓝绿女议员呢，他们特地穿上了回收布，大开尺度、突破形象的演出。像画面上您看到呢，是台北市议员王宏威还有林奕华呢，相当粉嫩，带来夏天的感觉哦。其实呢，这和他们平常的形象真的是差很大，因为今天很多女议员呢，他们不但是有露背、露胸呢，还全部都是露肩的来穿着，而这位呢是台北市议员许淑华呢，打扮得非常像美人鱼，穿上了回收布，上面呢还有用回收布做成的蓝色小花哦，相当的可爱。其实呢，平常呢在议会问政相当犀利的女议员呢，这次可以说是为了环保，响应世界环保节能减碳呢，大开尺度，有突破不同以往形象造型的一个演出哦。以上现场最新情形，先把时间交还棚内。好，这是记者唐光南来自台北市政府最新连线，因为看看。